最近不是挺流行一个游戏的吗？我定个 game。啊，你输了，你脱毛了。我整这个，嗯，你整这俩。黑蛋开始就输了。游戏开始。我们每次回来，妈都给我们清扫。刚才我媳妇拖地的时候就埋怨我，说我身上掉毛，看我手上这毛，全是地下都是你的毛，还有脚毛。性感吗，媳妇？性感啥呀？地下全是你的毛。那我咋整啊？所以我让你拖吗？我拖它干啥呀？本来长身上的。现在都脱毛，你还掉头发呢？那头发是没办法，所以说头发我不能剃了吧？剃了咋的呀？那剃了多不好看！那我这我也不能剃呀。这个没事儿，这个剃了更好看，还干净。你吃饭的时候你不怕掉饭里啊？掉变成咋整啊？那个毛长的就过得气人的毛。所以我让他脱毛。那这么的，媳妇儿，咱俩玩个游戏。最近不是挺流行一个游戏的吗？我定个 game。啊。那整糖饼那个。啊。我看你上次也买了，咱俩就玩那个。你输了，你脱毛。你看你老让我脱毛干啥呢？为了干净。现在韩国也是，可多男的都脱了。那我这这么多毛我咋脱呀？他那腿毛胳膊的都脱。那我赢了呢？你有啥要求？你多给我点生活费。嗯，卡不搁你那儿呢吗？卡搁着我说了也不算了。嗯，给我20万生活费。行。来。我媳妇在网上买的这个模具现在在那烧糖呢。等会儿做糖块。不行啊，我这不会整，你整。哎呦！哎呦我去，你真有才。等会儿这一个不行啊，还得整吧。那个鸟你整，我整爱心。那个啊，嗯。我给你压到底儿了都。行吗？行。行，我整这个。嗯。你整这俩。我整一个就行呗，我干啥整俩呀。哎呀。完了完了完了。要一碰就掉了，啥呀？游戏到此结束，你输了。还在这么玩呢？咋的？这就是一次，你没看那电视剧吗？哎呦我去！我这刚碰一下子，自己掉了。我不用比了，你输了。行，算我输了，来，我整一下这个。这啥呀？怎么整的？人家都是拿针一点一点抠。我再整一下。哎呀，这游戏玩的还没能比呢，输了。在电视剧里啊，你已经被。我这毛啊要没了，估计最后跟他道别吧。还得长，没事儿，长完我还给你薅。给整吧，整吧。我媳妇在这块整这东西呢，你不是用脱毛膏脱呀？脱毛膏不太好使，现在都用这种瓦刺。那烫不烫啊？现在烫，得给它放凉一点。整这块毛多的地方，哎呀妈，这么烫！烫啊！哎呦，你这拿我开练呢，媳妇儿啊！再往上面抹抹，这不有毛吗？你这把我皮脱下来了。再一会儿，等它凝固的，摘这个老爽了。
哎呀，哇，这么一抠的，真是不行，别走别走，慢点。俺别放屁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么疼，哎呦。哇，好干净啊！哎呦，一个别来呀呀，这疼啊，媳妇儿啊。那当然疼了，这就是生拉硬拽的。这一会儿得给豌豆给滴了，干净吧？